席卷全球的冻流从何而来，至今无人得知。但骤发的积雪却让人类失去了一切，无数的生命在冰雪中消亡。在绝望之际，林子技术和伊瑟为人类带来了希望。借助林子技术取得资格的人类。 纷纷进入伊瑟，他们重获新生，并组建了虚拟政府 EOS。他们创造异革者，带领伊瑟走向繁荣。在这片新世界，人类找到了新的未来。但原病毒的出现，却带来了新的灾难。反伊瑟组织 RCS 成为祸乱之源。 利用原病毒，他们肆意改造异革者，制造恐怖与混乱。原病毒开始大肆蔓延，感染者被转化成怪物，网络与支线也被侵蚀失控。扩散的原病毒正在摧毁伊瑟的一切。危难之际。 超恋者挺身而出，成为对抗原病毒的重要力量。旧世界的惨剧还历历在目，为了保护新的家园，他们也一直在寻找新的伙伴。 原病毒已经触发了最高级别的熔断，我们得小心了。根据调查，原病毒爆发的根源是一枚超链芯片。要处理原病毒，我们得先找到它。走这边。 警卫的原制反应出现异常，别冲过去刺激他，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，就像之前训练时一样。好，位置不错，等待合适的时机，动手，看你的了。
跟我走吧。炮击交给我，你们在自讨苦吃。保持警惕，总该轮到我了吧？保持警惕，天！往哪儿跑？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！任务完成，该去找下一个目标了。小心，熔断形成的黑色结晶已经封堵了去路。可以，二层走廊结构稳定，快跟着小恰爬上楼吧。英雄登场，嘿嘿，放心交给我吧。哼，往哪儿跑？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？总该轮到我了吧？嘿，我没事。我没事，小心触电。都别想跑，保持警惕。天，总该轮到我了吧？哟，大意了。放心交给我吧。其他人去休整一下，收尾的工作就交给我。看，就是那个装置，大厦上空的裂隙就是它撕开的，而那枚芯片正源源不断地为那个装置提供力量。刚刚收到消息，令已经协助警备署把周围的群众疏散了，还抓到了那名可疑的异格者。控制系统的操纵代码令已经传过来了，接下来就全看我们的了。要怎么做？嗯，虽然看起来什么都没有，但那个装置附近有特别架设的防护系统，我们不能直接靠近。我们得先去那边的控制中心，利用操纵代码解除它的特别防护系统。附近正好有熔断后暴露出的漏洞节点，可以利用它们进行定向传输，抵达控制中心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得抓紧行动。跟我走吧，小心触电。哼，往哪儿跑？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？总该轮到我了吧？
放心交给我吧。大意了。我没事。小熊步变身，小心触电，保持警惕。总该轮到我了吧。保持警惕，耶！任务完成，该去找下一个目标了。看来这里的安保人员都已经被感染了，原病毒真是可怕。往哪儿跑？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！总该轮到我了吧？我没事。我了吧？放心交给我吧。
差一把。嘿，我没事。